方便，我想过了，你之前说的豪车，还有那个别墅，我觉得都没问题，只要给我时间，行不行？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不是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怎么都行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会显得我很自私、很不懂事儿？不会，不是怎么会呢？你想，你提的这些要求呢，都是为我好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去努力，一定可以成功，好不好？别墅也好。 豪车也罢，对有些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可对你而言，却要倾尽你的一生。即便你愿意给我，我也担不起你这样的付出。我真的累了，你放过我吧。 你说我可怎么办啊？这样，哲一，你要是今天中午有空，我请你吃个饭。我们错过了这个晚霞。今天黄昏，我一会儿没人看到我们手拉手，那时蓝色的夜正渐渐落到天下。我们错过了。怎么是你？贾敖。 我的脚已经没事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忙完公司的事儿，我就来接你下班。日料还是牛排？他们是我的同事。那一起吧，车也大。我们就不去了吧，你们去，我们还有事儿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那个非洲司机呢？母威尔，上次他犯了那么重的错误，必须严重惩罚。王阳他正在家里面壁思过一个月呢。方小姐，不会拒绝我吧？想吃什么，随便点。 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我再看一下。这家店的带骨肋眼牛排不错，是从澳洲安格斯空运来的，值得尝一尝。我帮你点了一份小羊排。 其实我不怎么爱吃羊肉，试试吧。这家店的羊是阿拉善细毛羊，还有一份烤薄沙拉，一份蘑菇汤。我也从来不吃蘑菇。要吃的，日本的研究人员从蘑菇的有效成分中分析出了一种分子量超过288的抗癌物质，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。 其作用比绿茶中的抗癌物质强一千倍。甜点的话，我们买些再点。我还帮你点了一杯这家店里的招牌红酒。酒，我真的从来都不喝，从来不。Heartbrand 红酒最大特点是 Griff 区的特殊泥土和矿石香气，口感浓烈而回味无穷。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好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……喂，周一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不是，我现在在……这样吧，你等我一下啊。 我今天本来约了我一闺蜜吃中饭，
刚一路上也忘了跟他说一声，他现在打电话来，我想，要不然咱们改天。服务员，加一套餐具。好的。这样可以吗？嗯。嗯，这么做，你试试。你这么漂亮，咱朋友一定很多吧？就一个。就一个？嗯，不是吧？你呢？你那么有钱，女朋友也不少吧？我也就一个。骗人。没骗你，小学就谈过一个，然后就没了。小学都谈过一个了，之后怎么可能会没有？交往不超过三天的，能算女朋友吗？你干嘛去啊？啊，上个洗手间。哦。我去，吃个午饭在这么贵的地方，吃顿饭都能买一包了吧？我昨儿刚认识了一男孩。好像对我有点意思。嗯，那是相当的有意思，就跟他们一样吧。行。你见的人多，等一会儿他回来了，你也帮我把把关。当然了，必须的。哎，那个设计师林悠扬，他在自己的公众账号上骂一个叫李顿的人。哎，真的吗？我看看。沸沸扬扬了。不用慌，我来处理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你先回来，一定要稳住方苗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好，明白。老大，怎么了？林悠扬突然间在网上发表文章，恶意攻击我们。错，嗯，等我回去，基本上谁也别碰，等我回去再说。哎，行吧，不好意思啊，嗯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必须马上回去一趟。嗯，没事，你着急你先走。哎，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闺蜜贺周一。甘先生，你就叫甘少就好了。你好，甘少。你好，贺周一是吧？嗯，我看你很眼熟啊。啊？是吗？我见过你。我怎么没印象？前年我们报社办过一期百大青年富豪榜的专题，啊，坐。所有人都是我采访的，
其中就有你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一定是不记得了，这是敷衍我。能理解，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，接受采访太多了，哪能记得像我们这种区区的小记者呀？嗯。啊，你要这么一说，我还好像有点印象了。